们就是那杆笔，用我们的鲜血以泪血琢磨，替他写下这一时代的奇迹。祝天上发力，我们就是传声筒，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追踪的心灵。求你拆迁我，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求你拆迁我，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想法里，我们就是传声筒，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追踪的心灵。就是那杆笔，用我们的鲜血以泪血琢磨，替他写下这一时代的奇迹。祝天上发力，我们就是传声筒，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追踪的心灵。
才欠我，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想法里我们就是传神通，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剧中的心灵。我们今天的这个有一些反常哈，突然的在10点钟就已经有500人把房间占满了，然后呢又突然的全部撤离，只剩下几十个人，现在呢又有400多人进来。我们不管是真心还是无意或者是工作，那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听啊。如果说现在那个不能在现场能够听到的呢，可以在 YouTube 的那个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上边，我们有录播。为了我看看，为了不要再出现，再有一些那个。我找一个办法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关了，好不好？把声音，我看一看怎么样来把，然后静音怎么？我还不会嘞，算了，我还不会。好，又500个了，又满了。好，我们虽然还没有到时间，但是呢，已经500个已经满员了，我们就提前那个开始吧，反正也进不来了。那么，因为呢，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从张春蕾长老的案看我们中国宗教工作的法制化。我看看撸起来没有哈，撸撇了。那么这个题目呢比较敏感，我就不像平常那样，请一个人来做祷告，请一个人来做主持。那么我所有的我都自己来承担，包括法律责任也就自己来承担，我不牵连任何别的人。这样，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都耐着性子来那个分析这样一个案件。那么我就自己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儿女聚集在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讨论近期宣判的张春蕾长老的案件。请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何为真理，清楚地知道你在这件事上的主权，看到你的公义怜悯在这个案件中的彰显，看到你的恩手护佑你的宗仆张春蕾长老，看到你对我们罪的管教，看到法官的心在你的手中像龙格的水，随意流转。如着你希望通过逼迫能够陶冶你的门徒，也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忍耐的力。愿主纪念贵阳仁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和张春蕾长老的悲伤、心疼和苦胆，让他们不白白的喝这苦杯，让这一类的案件从此在华夏大地上绝迹。让你的旨意行在华夏大地之上。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之名求，阿门。2024年的7月24日，贵阳仁爱教会的张春蕾长老在秘密庭审。近2年，超期拘押3年多以后，终于等来了对他的宣判，那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诈骗罪2项罪名均告成立。针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针对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执行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5000元，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诈骗收入14400元，罚还受害人。这个宣判一出来。立即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可能呢，有一些现场的观众呢，还不是了解张春蕾，那么我在这里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张春蕾呢，是1964年1月出生的贵州省人，198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他原在贵州省人大做秘书工作。2014年，神呼召他出来组建贵阳仁爱归正家庭教会，任教会长老。该教会作为贵州的改革宗教会呢，参加了由王一牧师组建的改革宗华西区会。2018年。王一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张春蕾与贵阳何时教会的养华牧师一起是第一批的签署人。继2015年12月9日，
贵阳核实教会被取缔之后，2018年9月30日，仁爱教会也被贵阳市南明区民中委取缔。但即使遭受到反复的冲击，多名教友被抄家，长老张春雷被捕，仁爱教会仍然坚持崇拜至今。张春雷在狱中患有肝硬化、胆囊炎等疾病，且反复发作，申请取保就医未获批准。张春雷的这个案件啊，在当前的中国极具代表性，很多教案都采用相同或相似的操作模式。这些模式包括依照《宗教事务条例》定罪家庭教会的非法，定罪教会领袖的非法，宗教案件的非宗教化处理，宗教问题政治化，奉献案诈骗罪处理，秘密审判，地方法院并不独立办案。而是汇报最高法院来定罪等等，这些模式的操作反映了现在宗教政策方面自上而下的全国一盘棋，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棋局里边很多值得商榷的法律政策问题。有一个自媒体人写道。张春雷长老的案件引发了公众对宗教自由和法律公正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许多人认为，该案件反映了在宗教自由和信仰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同时也提出了对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质疑。在现代社会，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权利是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张春雷长老的案件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法律问题，更是对社会法治环境的考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此案件进入深入反思，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一个自媒体人他的意见。那么，作为张春雷的老乡、师兄，曾经的宗教局的干部，被取缔的家庭教会的成员，我也有与这个媒体人共同的感受。今天，我们就张春雷的这个案件来谈一谈中国宗教工作法制化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先声明一下，为了表示并非海外敌对势力的指使，我全部引用体制内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就从宗教工作的第九个必须说起。2021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点提出了宗教工作的九个必须，以依法治国相配套。第九个必须就是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而且这被认为是开创了党的宗教工作的新局面。的确如此，相比之前，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动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那个三自爱国运动啊，这些一样哈，
现在呢，终于拿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当然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我们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进步仍然有其局限，其中的问题多多。最大的问题是法制化的水平还很低，甚至是有名无实，仍然充满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思维。我们希望通过具体而务实的分析，帮助执政党提高宗教工作法制化水平，使政府与教会可以良性互动，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能够正确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宗教案件中行政法规替代法律的问题，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在基督教家庭教会案件中的实用问题。我们就讲这两个方面。我们首先来聚焦宗教案件中行政法规替代法律问题，这也是探讨教案实用的法律依据。当前，中国各地家庭教会的教案基本都是依据《宗教事务条例》来处理。本案中定罪张春蕾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表面上看起来与这个条例无涉，其实整个的处理这个案件的逻辑都是《宗教事务条例》框定的，比如将仁爱教会定性为非法教会，将张春蕾定罪为冒用神职人员身份，这是本案当事人两项罪名成立的前提。我们知道，原先对宗教问题的处理是先将其定性为邪教组织，然后进行打击。这种由政府来当裁判，决定宗教组织的正邪的政治思维特点，在全世界都没有，是地道的中国特色。但这个中国特色，它不符合国际通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因此需要调整政策。宗教事务条例就是调整的产物。宗教事务条例使用的非法合法的这样一组概念，表面上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法律概念了，但不是由政府，而仍然是由法院来决定教会的合法和非法。以邪教组织，那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换汤不换药而已。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法院并没有脱离执政党的领导。法院挂出来的那个口号就是"为大局服务"，这是当前众多教案发生的原因。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没有达到宗教工作法制化，那么主要的原因有 就是仍然没有脱离政治思维而转轨法律思维，我们就把它与宪法的矛盾从这里来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从形式上看，它的地位甚至高过许多西方宪政国家，比如宪法在我国的立法环节里边有至尊地位，立法环节中的
依据宪法制定本法，是我国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规范形式。这种规范形式在其他的宪政国家并不普遍。西方主要国家既无典型的依据宪法条款，也没有任何声称整个法典是根据宪法而制定。那么，应该说，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宪法的国家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否就像字面上规定的那样，具有至尊的地位呢？我们就从与本案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来观察。本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本条强调的重点在于保护宗教自由，这是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权利一样，得到国家法律的最高保护。宪法也是用两条联系在一起的条款。就是35条和36条一起来描述的所谓的自由呢？宪法给我们的自由呢，是什么呢？概念呢？就是事先无需去依特定的程序审批就可以获得的权利，是自然的、先天的公民权利。那么，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个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授权人大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创制宪法并列明的公民基本权利，目的。我看看，目的就是要求每一届政府依照宪法的要求履行保障义务，而非限制或剥夺，它就不是行政特许啊，但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里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立法环节里边，宗教界千呼万唤的宗教法一直没有能够出台。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执法环节里边仍然是政治思维驾驭法律思维，而这两方你面把的问关掉，我题得看你把你这个这个就做好直接关嘛，你这个关了其实烂了，你删了换。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集中体现在2004年国务院出台，并于2016年修改2018年2月1日起执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上。好，你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它都集中的反映在这个条例上面，从立法、从执法都反映在这上面。正是从《宗教事务条例》执行开始，中国各地出现了数量繁多的教案和教烂，对宗教最大的侵害，并非来自其他的社会团体，它就来自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也就是说，
政府没有履行宪法规定他必须保护的责任，反而成为了打击宗教的主力，就出现了一个合乎宪法的家庭教会，在行政法的层次上和不合乎宪法的政府政策存在法律冲突，这样一种现象。我们从立法程序、立法目的、执法现状，一条一条的来分析。从立法程序上来看，宗教事务条例的程序不合法。原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著名的宗教法律专家刘鹏说，2004年，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条例》，成为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宗教立法，但这和礼法法直接相悖，因为国务院无权直接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约束和减审。换言之，在宪法36条和宗教事务条例之间，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才能满足法治的形式合法性、形式合理性。中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对关于公民基本权利4项的立法机关，法律规范呢，只有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主审议的过程，才能够获得正当性。行政机关它不是立法机关，如果法律空缺，就用自行起草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代行法律职能，必然就会产生自己为自己的工作立法，立法以后自己又担当执法主体的不正常现象。这是刘鹏教授他的意见。原国务院法制办一审外事司副司长冯学威，他在2023年9月5日给人大常委会，提请了法制，提请了一个，对这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申请，他有这样一个申请，他在这个申请里边说到，从我国法理体系整体来看，除了上述宪法36条内容以外，我国目前并没有在宪法以下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制定的宗教事务方面的基本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宗教事务，是否首先应该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国务院有没有这项事先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利？这就需要依据第一，宪法中规定的国务院的具体职权范围。第二，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的地位，以及第三，礼法法规定的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利划分和立法程序来决定。好，他用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个宗教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立法上的不合宪性啊，他就说，那么从第一条来说，从宪法89条规定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国务院它的职权范围来看，这个宪法的89条规定的国务院的下列的行使权职权，这个职权啊，它有很长很长的
那个国务院管的事务，但是宗教管事务管理的权限，并没有明确的列举在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中，规范宗教事务管理自然就不属于宪法授予国务院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因此由国务院对于宗教事务以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进行规范和实施管理，都是不符合宪法的第89条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规定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越权了，这个不应该由国务院来制定这个，这是国务院越权来制定啊。那么它的第二个方面是说公民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基本权利的重要性来说，从宗教信仰这一事项的性质来看。既然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是以宪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关涉到整个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属于我国宪法承认的各项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事项范围，也是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具体在哪一个方面的基本指引。自然应当属于立法法第十条规定的其他的基本法律范围，因而应该由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来制定基本法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的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好，他们的这些法律的词汇、法律的那个逻辑很严密，很那个，大家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还是很难的体会。但是呢，就从那个，就是两个方面来看，哎，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公民授予人大全委会制定的宪法出来的这个权利，它是我们公民自己的天然的权利，这个是不能够由那个国务院规定的一个来限制。第二个呢，国务院呢，它不具备制定这样一个法律的法律地位。好，这就是。他们这个，按照刘鹏和冯雪薇的看法，行政法规服从国家法律，下位法服从上位法，这是一个法律常识，否则就会出现效力位阶的冲突。这就是法律界人士奉之为最高原则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这个程序啊，它是法律界的蒙眼部。你看，我们那个法律的那个女神，她就是蒙着眼睛的啊。那个蒙着眼睛意味着就是要对司法者的不偏不倚啊，客观公正，而同时要司法者呢要有自我约束的这样一个意识啊。这就是这个蒙眼部就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表达。那么，连法律的程序正义，这个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都可以不管不顾。那中国宪法承认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它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对人民来说，没有可以将这个权利兑现的途径；对政府来说，依法管理从法律与政治两个方面都无实法性。
因为无法可依，信教群众没有渠道维权，政府的行为就可以为所欲为。当局恋恋不舍的，宗教不是法外之地，其实应该把这句话改过来，换个来说，应该改成。政府、法院不是法外之地。华东政法大学前副教授张学忠他说：“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专横地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在行使国民授予的政府权利。”而是在实施纯粹的犯罪行为，这种由政府机关实施的犯罪，远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险得多。因为对于普通的犯罪，人们尚可向政府寻求救济，而一旦政府本身在实施犯罪，人们又能向谁去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由政府机关实施的犯罪，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常常是受害人难以得到救济，犯罪者容易逃脱惩罚。他在他的叫做《新常识》的这本书里边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可以把这段描述拿来放在我们现在。张春绿的案子里边也好，教案也好，所有你们身边的事情也好，可以放到这里边去看一看，是不是常识？第二，我们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从立法目的来看呢，《宗教事务条例》它倒置了宪法的保护目的，它把维权。变成了维稳，维稳是一个政府行为，维权是要对，也是政府行为，它要对人们权利的保护啊，维稳它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这种，尽管宗教事务条例是没有根据宪法而制定的，但它仍然在一片的。批评声中出台了，这个批评声也包括当年他出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有一个律师叫李桂生，他发起的一个我们给国务院提了很多的意见，其中呢，那个王一牧师还有我们都参与了，他这个有20几人的提的这样一个意见。这也算是一片一个微小的批评声嘛。那么，中国法学的主编葛道辉，他谈到这个宗教事务条例，他说：“我感觉有3个层次，第一，这是越权立法；第二，这是违反宪法的某些基本原则。”保障人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第三是违反国际公约。北京法学院的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理事张千帆，他的看法是：我们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太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实施这部宗教事务条例，这部条例的问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整个的管理模式。所以政府这种对宗教的管理模式一定要变，不能再像这样持续下去，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大。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是明显的，整个第二章、第三章都有问题，这可能也难怪申请书上说的不具体，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几乎每一章都有问题，即便这样，也要把具体条文说清楚。我看这部条例一共48条，
哪怕40条都有问题，你也要把它全列出来，要求删掉。你说删了，剩下的不成一部完整的法律了，那恐怕只能说明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一部管制性的条律。这是他最后的意见啊。总结这些法学专家的意见，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的，公民所有的行为自由，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等等等的这些自由，它都是公领域方面的外在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它是必须要有法律来规范，要符合在秩序之内的自由啊，因为它是一个外在自由，不能以我的自由来干预了你的自由啊，这就不能用自己的自由去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啊，所以它就应该有一个法律来界定这个边际，并给予边际内的这个自由予以保护。但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法律，宗教不是法外之地，就是执政党自己造成的。我们那么多的法律，那么多的法律，但是宗教方面没有一部法律，这是谁造成的？这就是执政党自己造成的。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几些法律专家都说到的，国务院宗教局只是宗教事务的管理部门，它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果法律只是政府部门的工具，就难免出现不当限制公民私权、变相扩张行政权的现象。我当年在宗教局工作的时候，宗教局还规规矩矩的是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机构。那么，随着这个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这个宗教局它新增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叫执法大队。那么就形成了宗教局，它是规定的规则的制定者，他的下属部门执法大队就相当于是裁判员，而三制就是他们这一方的运动员。那么你说另外一方的家庭教会，那个比赛怎么打？哎，他可以随意把你的队员罚下场，随意可以把你的队员关起来，随意准许他们越位的踢进你的球，而不许你踢球。你说这种那个比赛，你说怎么打？所以上述冯雪薇的那个申请里边还说到，就说既然国务院不需要按照宪法89条就此职责履行的好坏向全国人大进行说明，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那么由国务院制定并执行相关的行政法规，就会导致容易使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却没有合法机制进行监督的局面。这也证明了由国务院制定属于全公民基本权利事务范围的宗教事务的行政法规不合理，以及由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进行立法制定宗教事务规范的合法合理性，否则就会造成国务院的权力和职责不匹配，以及宪法和立法法的原则被国务院的做法违背的结果，不利于我国法治的统一以及法律体系的和谐运作以及公民信仰自由的确实保护。我看一看有，
那么，以上啊，是一些宗教事务条例在法律方面的错误。以下我们来探讨它在宗教知识方面的错误。山东大学一博士生导师谢文宇是研究宗教的专家，他认为宗教事务条例的制定有三个认知的盲点，对历史上形成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缺乏体会，对基督教内部的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张力基本无知，完全无视基督教会和政府之间需要缓冲区这个宗教管理内在要求。好，你看他把它总结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啊，我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的宗教工作干部，我担任了10年的分管基督教的处长，我对谢教授的这个意见啊感同身受，啊，他的这三个意见哈是对。这个历史上形成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缺乏体会，对基督教内部的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张力基本无知，完全无视基督教教会和政府之间需要缓冲区这个宗教管理内在要求。啊，我对他的这三点意见是感同身受。我们就举两个方面的问题，只举两个方面来说明，因为今天也不可能说那么多啊。就非常关键的和本案张春蕾案有关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家庭教会的非法性质的认定问题。首先，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中国3分之2以上的基督徒都在家庭教会，尚且不说将3分之2以上的信教群众当作非法，如何的可笑和可怕？我们也不想想，不问问为什么这些信教群众都不参加三自教会？我的看法是这样。三自，按照他们自己的定性，它是爱国运动。爱国运动，换言之，它就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基督教它是宗教信仰。我们不能因为公民的政治倾向来限制他的宗教信仰，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况且，这个运动，这个政治运动，又是以消灭自身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哈，我提出来这一点，大家我们好好的去揣摩一下，去看一下哈。这个三自运动，我说这个三自运动，它是以消灭自身为目的的运动，就是消灭基督教为目的的运动。我们来看它的历史。1958年是三自运动的高潮，在那一年实行了联合礼拜，上海140多间教会被合并的成为8间，北京的66间教会剩下了4间。那么在文革之前，我讲的是文革之前。全国仅剩下北京2间教会、上海1间教会，共3座开放的教堂和稀稀拉拉的几个会众。
这还是政府为了表明宗教信仰自由而勉强开放的象征性的教堂。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三自运动已经成功的从地面上、无理意义上消灭了中国教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误导，认为基督教教堂和教会组织是文革消灭的，不是，是三自配合执政党中的左倾力量在文革之前就联手给消灭了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只是把那些已经失业的牧师神父拉出去斗争，烧毁了没有人看的圣经。所以，我把三自运动归结为消灭基督教自身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其次，三自运动呢，它的这个拜凯撒的这个风气，它不符合圣经，而且这是圣经最关键的那个条例，我们是实践第一条就是，唯一的真神，这个他这个拜凯撒的，这就不符合圣经，这个是最基本、最基础的、最基要的这个神学原则。我们现在一些三自教会高唱着他是人民大救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一类的红歌，来取悦当权者、国旗、党旗进教堂、领袖画像进教堂、政策宣讲进教堂、党员监督进教堂、举行主题党日、举行永远跟党走的主题红歌演唱会、教唆主日学孩子演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还在三自内建立共产党的党支部。按照王一牧师揶揄的说法，三自是庙会而不是教会。现在三自又在爱国爱教之上加上了爱党。原来他是爱国爱教来取代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和爱国爱教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概念。他连这个爱国爱教，他都还嫌不够，他要加上爱党、爱党、爱国爱教，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背离了基督教的基要信仰，这是绝大多数家庭教会不可能接收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第三，三自他以国教的身份打击亚制家庭教会，他从来是这样哈，就是三自运动就是那个开始起，一直到现在为止，所以他是一直在充当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我们想起当年犹太公会，犹太公会他们之所以可恨，就是因为他们甘当罗马帝国的走狗，把反对他们的同胞送上十字架。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三分之二的基督教会都处于非法的状态？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他明确，只有加入三自的教会，才能够在政府部门注册登记。这无形中就是给予了三自国教的身份，使三自得以绑架国家，或者是国家绑架三自，反正他们两个都绑在一起啊。政府以三自利用社团登记办法中一个地区相同组织
只能一家登记的这样一个条款，强迫家庭教会在三字里和政策里合一。而家庭教会呢，我们是依据圣经彼此接纳，同在那个基督里荣耀神，在主里合一，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家庭教会啊，被动的成为了服从国教者，啊，是被动的成为服从国教者。三次，他也不辜负执政党的信任，他继续把加强劫法所有非法家庭教会的活动作为其主要任务，这是写在他们的5年章计划里边的。张春雷的判决书里提到的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没有在政府登记，就是符合以上的情况，不是他们不登记，他们依法向民政部门登记，不能够强迫他们向三自登记，他们不愿意，这就是问症结的所在。判决书中的书证材料是由宗教局和三自开出的，就充分说明了以上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的认定问题，我们就举这两个问题来看，就那个。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这个文件叫《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啊，它的时间范围是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说，执政党只要在中国执政一天。这个文件它就不能够改变，其中他对那个聚会场所的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关于基督教徒在家里举行聚会，进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这个文件的前半句提到的原则上不应允许，他非常的符合执政党自己宣称的无神论立场啊！如果没有这个立场的话，他也是一个教会了啊！他的这个不应允许，原则上不应允许，符合他的这个立场。但是当时执政党的思想是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呢？就要求他们就要比较那个实事求是的看待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因此他们实事求是的提出，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这个但也不要硬性制止呢，这一句话它符合了基督教的传统以及现状。我们来从两个方面来看他这一句话，不要硬性制止的，为什么不要硬性制止啊？它符合了基督教的传统和现状。从传统来看，家庭教会是 home church，它强调的是在非教堂内的聚集。我们所有的那个基督徒都知道，就像那个新约里边的马可楼一样啊，那种马可楼的聚集里面，他有最多的时候200多人在那里啊，在那里聚集。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犹太会堂不可能让他们在那里去做宗教活动，所以说他们只能在家里啊。那么，
这就是这个，这就是非教堂类的聚会啊，非教堂类的聚会。那么，圣经很多处都记载了这种家庭教会。好，我们可以去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等等等等那些好多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出19号文件它尊重了基督教的传统。根据这个文件，1998年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家宗教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状况》，他就指出，政府并不要求这类家庭聚会申请登记，当然也不对他们的正常活动加以干涉和限制。好，你看，这就是当时实事求是的路线下的宗教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执行者呢，他们把这个家庭教会呢误解为什么呢？Family Church。是一个家的聚会，强调的是血缘家庭为单位的聚会。我们大家都知道，血缘家庭的这种聚会呢，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宗法观念的理解，这是完全对圣经原点的误解，而且也不符合19号文件精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执政党的宗教工作，他从1982年强调的实事求是路线的一个退步。好，我们说这个19号文件它能够符合传统，它还符合现状。那么怎么样又是现状呢？我们就回到1982年的现状。当时这个基督教啊，它各个的宗派呢，它有自己的教堂，比如贵阳的城区就有20来个这个基督教的教堂，啊，这些教堂呢，要不被政府或其他单位占用，要不被拆毁，也有的年久失修，自行倒塌。那么，拨乱反正的一个重点，就是罚还被占用的教堂和补偿重修教堂。我当年进入到宗教局工作的时候，很大的精力就做这一件事情啊。但不管是罚还还是重建，全部都是被三次霸占，没有一间可以给到家庭教会，哪怕是这间教堂本来就是这个宗派的，比如由政府拨款补偿新建的贵阳基督教堂，就是你们现在去看到的那个贵阳基督教堂，它就是原先内地会的福音堂，所以就逼得家庭教会呢，他不得已，他要去租房聚会，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住房啊，不可能像马可楼那样子可以聚集那么多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要去租房来聚会。那么行政执法呢，又以教会租用的场所是办公场所和私人住所，而不能举行宗教活动为理由，反过来，这又成为他们取缔聚会场所的借口。这个你看，这个逻辑非常可笑啊！你霸占我的教堂，反过来又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取缔的理由。这个判决书里边反复的追究仁爱教会的聚会场所非法。他的逻辑就是如此，这是我们就讲，这是这上面讲到的都是从
立法的环节来说宗教事务管理的这个那个问题，它有问题。那么我们看看有。我们下边我们来讲执法环节的问题，它执法环节的方面的问题呢更是多多，那就我估计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出几十例、几百例出来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只举一例啊来说明就行了。就举例来说，本案与其他很多教案有一个同样的理由，那就是判决书对本案未公开审理的解释是涉及国家秘密，而且相关受害人及鉴定人均无必要出庭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有关国家机密的可以不公开。那么，是否关系国家机密呢？它就必须要经过有权机关的依法法定程序的认定，法院它不能自行去决定。那么这就使人纳闷了，当年四人帮都没有用涉及国家机密而公开审理全国直播，张春雷一个平头老百姓，莫非还掌握着比四人帮还高级的国家机密？那么多的家庭教会的牧者领袖，他们掌握的那么多的国家机密，人家是公开信仰，你是秘密审理，涉及的国家秘密只能受理、侦查、取证、取缔、审理过程中，你们的秘密是你们的行为，见不得人。我们可以请法院出示有权机关证明这是国家秘密的证明，我们希望这个机关能够拿出这个证明来，法院能够拿出这个证明来。法院不应当与党内的双规留职一样，那是你们的家法，你们怎么样去做？你们可以用党章中的保守党的秘密来要求你们的人，要求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党员，但你们的家法不能顶替国家的国法。国法是约束全体公民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法院应当把所有的过程环节都公开透明，尤其是相关受害人的诉求和鉴定人的鉴定依据，这总不会也涉及国家机密吧？更不要派一些群众演员把法庭占满，使得相关当事人进不了法庭。这种下三滥的左派，他是黑社会的左派。我们的法院应该以这种为不耻。执法方面的，那么我们呢？这种我们来分析给张春雷定罪的两宗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在教案中被普遍使用的问题，我们就只讲这两宗罪，好，就执法环节里边，我们就只讲这两宗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它的司法解释是这样说的：本罪的构成不要求有颠覆国家的实际危害结果，行为人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不影响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成立。只要查明犯罪分子以颠覆国家为目的而进行了秘密的策划活动，就足以构成本罪。好，我们看颠覆国家政权罪，它并不需要颠覆或者煽动颠覆的结果，只要存在认定的犯罪行为就可以被定罪。这呢，就给了我们的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更为可怕的是，这一个行为，他讲的这个犯罪的行为，这个边界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内心行为，到了内心行为。策划是什么？策划就是一个内心行为。只要法官认为你脑袋里面想了一下，也就是你策划了，你就犯罪了。这一令千百万中国人感到恐惧的反革命罪有何差异？这与古代的胡飞罪有何差异？这个标准以法律只溯及行为，不处罚思想，是完全相悖的，说明这个罪名本身就是违法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荒唐的案例：掏空国库上千亿，转移国有资产上万亿，把国家工程搞成豆腐渣，把国有企业变相瓜分，把国家资金、国土拱手送人，把一大堆外国人选为人民代表，这些典型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都不是罪。但公民反对上述行为的，就是罪，并且网上、会上、私下，甚至心中策划了一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可以成立。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口袋罪，用它来代替已经被取消的反革命罪更加方便，因为反革命罪还要反革命言论或者行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不需要这些，你心中策划了就犯罪了。张春雷就是转发犯罪，他转发的仅仅是一些家庭教会牧师的公开发表的意见。我们的管理部门的这些认知误区，导致他们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将法律问题策略化，上纲上线来维稳。基督教相信神有世界的一切主权，因此他们不追求权力，只是在神设置的教会社会的这个体系里边，他们根据实践代行神关于前世界违反的惩戒。既然神已经将后六界的违反惩戒权柄授予了社会管理者政府，那么政府呢，就怎样去那个呢？这就不是那个教会他去追求的这个权利。教会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不与政府争夺相关的权利，但是由于神赋予政府这个教会先知、祭司的功能和职责，教会就会站在民众立场上守护他们的权利，因为权利是个体和群体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下面享有的自由。这就是教会追求权利是人民群众的权利，
政府他们和政府不一样，他们绝不追求权力，他们不和政府追求权力为什么追求权力？因为人的权力是神给予人的那么这个权力呢，它只是分配权力的手段而已，所以我们教会呢，它要追求权力而不追求权利。政治斗争的思维呢，使中国政府往往认定基督教是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带路党。判决书中说，张春蕾转发20篇境外敌对势力反动宗教组织撰写的文章，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我们看这个罪名还不是一审法院自己认定的，是他们报请了最高人民法院来认定的。这个法院呢，他并没有提供谁是境外敌对势力，谁是反动宗教组织，更没有提供判定他们的境外敌对势力、反动宗教组织的身份的依据。据我所知，张春蕾所转的这些文章的作者王怡，他就在国内，也没有任何的机构将王怡所在的教会列为反动宗教组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样子。2017年6月2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互联网上人权的促进、保护与享有的这个规定。这里面说，任何决定网站内容是否应该被禁止的行为，应该是由一个有能力的司法机构来进行，必须独立于政治、商业和其他不必要的影响。这个该。在这个报告还敦促各国应当将这个网络言论去形式化，去形式化就是说不能以这个网络的言论来判罪。这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这个罗翔教授他也主张要废除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理由也就是这些罪遏制了言论自由，他是这些罪是遏制言论自由的杀手锏在这里呢，我们要多说几句法律以外的话，因为这些话呢，恰恰可能就是我们的法官们不太懂的。其实基督教的爱国传统远远超过中国自己的爱国传统，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们就用耶利米和中国的爱国代表屈原来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高下。屈原式的爱国呢，他是在天问基础上的。他不明白天的用心，这样就产生了双重的误判。他把天子当作天，把王国当作王天下，他不清白以史直昔，故前圣之所厚，表现的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忠君。因此，屈原式的忠臣，既不是忠于神，也不是忠于民，甚至不是忠于国，而仅仅是忠于君。而且他的忠君也不彻底，还可不负责任的一死了之。我们来看耶利米，耶利米呢，他的爱国是神交托他的使命他是对民族、对同胞、对国家、对时代，向神负有责任。
哪怕是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人民已经被掳，哪怕是痛苦超过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要忍受。他不但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而要同胞为内臣求平安，他还那个让那些让大家去投降敌人，让他的同胞去投降敌人啊，这种虽然他的身体上遭受创伤，生活上遭受痛苦，心灵上遭受煎熬，体无完肤，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但他还是忍受了自身的痛苦、委屈和思想上的怀疑、抱怨，一时一刻也从未停止过传讲审判的信息。在这个同时，敌对势力许诺他高官高位。而且他要去接受这些高官高位的是理所，就是他有这个资格，他本身就是祭司那种，但是他没有去，他选择与被掳的本族、本国、本家的这些老百姓在一起，因为他知道神的使命大于他的生命，所以死也不是他自己拥有的权利。他多次的说到神不应该让他活下来的，但是他就是还是要忍受着这个来完成他的使命。张春雷他也是与耶利米一样，就是类似的爱国者呀。他本来在省人大工作，以他的资历、资质，他最少可以混一个中层干部嘛。但他不愿意碌碌无为的去混这个世界的荣耀，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一个基督徒惯常的表现。张春雷是我的小师弟，有一次我与他谈起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失望，我说我要称服福于海了，我要劝他也润，算是为孩子们着想。张春蕾呢，当时红着眼眶回答我说："哥，这是主呼召我的牧场，我不能离开我的羊群。"我知道他也耶利米一样，神的使命大于他们自己的生命。这个相同的这种话，我给王一牧师也说过。王一牧师的大概的回答还更坚决一点他们就是一些真正的爱国者，任何对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都是无稽之谈。判决书说他在境外社交网络上以诽谤的方式鼓动、诱惑不特定群众，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目的来说，煽动国家政权需要的权力，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仅仅追求的是中国人有自由信仰的权利。从事实来说，王怡的文章可以公开看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几个私人朋友的转发，不可能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从性质来说，教会是社会的凝固剂、逐进剂，而不是消解剂。他要犯也是犯的煽动热爱国家罪，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使用法律的依据来说，社交网络并不分境内境外，人为的将社交网络定性为境外，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只是有一点判决书没有说错，那就是基督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因为正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样，任何的革命运动都追求权利。
而基督教的福音运动只追求信仰的权利，最关注于政治参与的荷兰改革中，他们的领袖凯布尔已经担任了荷兰政府的总理，他们甚至还成立了反革命党，但他们没有任何的意愿成为国家宗教，因为福音运动的目标不同于政治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将人的心意夺回，而不是将政权夺回。这恰好就是我们这些法官们的认知局限。张春蕾所在的教会就属于这一宗派，他在狱中赋诗已久，其中有句“不欺人间有公义，但知天庭主深渊，唯愿地级满登台，战歌声中自由还”。你哪里看得出他对这个世界的权利有一分一毫的眷恋？有的只是对天国自由的向往，他与他的同工王尼牧师所说的一样，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在所有的苦难中仍然热爱我们的国家，腐败的政府不能削弱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对这样的爱国者，我心生敬意。记得4月份网上见到春雷弟兄的消息，我含泪转帘，行长大鹏留学无留汉，狱中春雷无罪不认罚。横批是贵州二张，这里的说到的大鹏叫张大鹏，他是贵州最早的天主教徒，他呢？他被当局抓住以后，就是在刑场上说：“哎呀，你也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你宣布被教，马上我们就给你放了，还可以给你封个官做那种。”他凛然拒绝，然后就在殉道，在卢广门殉道。他是中国第一批的自命征服，2000年丰盛，天主教啊，有他们的圣人有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圣品，第二那个等级就是征服品，第三等级就是可敬品。你看，它是中国最早的征服品，征服品就。零几年的时候就是征服品，2000年的时候把它封为圣品，也可见啊，就是长久都还记载着这些人啊，他们不要说在人间的这个圣品上面可以丰盛，我相信他们在神的神册上面，他们也可以丰盛。张春雷长老，他就和这个张大鹏一样，他被关了3年多，就是查不出任何罪行，就当局就要让他去承认组建教会的这个罪名，他就慨然拒绝，所以一直就关押这么久，超期关押几年，被无理由关押了7年的曹三强牧师，他看见我的这个对联，他也喝了1年，他说安息中。大鹏展翅上腾，后人追望；红墙绿，春雷摇地穿心，天国峥嵘。横批：贵学为主流。曹牧师他水平比我高，但我们对春雷弟兄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他是一位爱国者，他爱神爱人，因此爱国。我们再来讲一讲他的诈骗罪问题。这同样是
因为法院的认知盲点造成的。在基督教的传统里边，奉献是一个宗教行为，出于基督徒承认一切所有皆出于神，感谢上帝时时刻刻的供应的这样一种自愿的行为，它有圣经的依据，可以参考《创世纪》、《马拉基书》和《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等等相关的经文。那么，当前全国各地发生的教案里边，以这一条来作为处罚条款的不在少数。判决书中说，张春蕾冒用神职人员身份骗取奉献，更是法院无知造成的乌龙。首先，长老不是神职人员，他是教会的代表。作为全职服事的教会领袖，领取报酬是符合圣经传统的。和教会的规矩的，恰恰由政府来规定谁可以领取，谁不能领取，本身才是违法行为。我们看到，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它有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有专门的资金管理者。张春蕾长老并不直接接触金钱，他拿的所谓奉献金，是按照教会既定程序进行决议，发放给他们教会工作的日常工资。他的妻子说，甚至教会在讨论为教职人员发放工资的会议中，他们夫妻作为当事人都不能参会，必须回避。这样成熟的教会建制，甚至很多的大型企业都无法做到，因为基督教懂得防止人的罪性，这个人的罪性包括他们领袖的罪性，他们都用制度来防止。你比如说，当今世界最成熟的美国的宪政，它就是模仿长老会的这个制度来建立的，它的三权分立各方面相互的这个监督这些，都是模仿长老会的制度来建立的。对这样一个模范社团指控诈骗罪，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于是就出现了让法律沦为笑柄的这样一幕。这是一桩没有被害人的诈骗案，既没有任何人报案，也没有任何人索赔，还没有被害人出庭作证，更不知该款项罚还被害人是哪一个人。这是一桩数额大到接近，如果说张春雷他还在那个人大工作的话，就是他冒着判刑几年来诈骗他一个月的工资这样一个巨额的一个诈骗案。这让那些真正诈骗了上亿、上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的诈骗案找不到形容词来描绘。这是全世界最为特殊的诈骗案，所有构成诈骗的法律环节都不能成立。山西的安延奎传道，他就在一篇文章里面写道：“他说，在我最穷困的时候，张春蕾呢？”他给我慷慨解囊，如今呢，他被诈骗罪，叫我情何以堪？如果一位老师收到工资不叫诈骗，一位牧师传道人或一间教会收取弟兄姊妹在信敬拜上帝中良心自由的奉献，借以呈现出上帝在恩典中的悦纳，这怎么就成了诈骗？正如使徒保罗对盘问者做出的反问。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了？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了？有谁牧养了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同学们，
上面我们说到的冯学威的这样一个申请，他也有相关的意见。他说，在现行宗教事务条例的执行过程、执法过程中，也事实上常常涉及立法法第11条第5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行执行措施，包括一些地方公安指控某些基督教会的传道人员进行日常传教活动。被指控涉嫌诈骗和非法经营，被进行拘留、立案调查和判罪的事实，既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涉及了限定人这样的强制执行，这项事务就同时符合立法法11条第五款的规定，必须按照立法法第11条第五款的规定来办。他反推过去这样来办，我想。法院之所以认定14,400元是张春蕾的诈骗款，这就是出于他们的诱供。在出具的证明材料中，都是使用非法组织，是否知道非法组织还要奉献的逼供、诱供？这个连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中都被反复批判的无耻左派，叫做逼供性。我们的法院在现在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环境下面，还要用逼供性来获取诈骗证明，可见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宗教案件非宗教罪处理的政治任务，法院不但不顾法律条款。不顾常识，连良知也不顾了。信徒把自己的收入1/10奉献给教会，这是基督徒的宗教义务，也是教会几千年的传统。这种奉献是基于自愿原则，圣经里记载叫做捐得甘心乐意，既没有强迫，也没有欺骗。如今认定诈骗罪，就是世俗政权对上帝国度的直接冒犯。贵阳仁爱归正教会，他们的长老会在判决的次日就发表了声明。这个声明里边说到，张春蕾长老被刑事立案侦查和审判，历时3年4个月，但我们确认导致其得罪的真正事由不是莫须有的诈骗罪或煽动三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而是因他按着良心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群中国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行动和生活。因此，针对张春蕾长老的判决，实质上总结了地方司法系统在过去超过3年0/4个月期间，对一群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所有非法打压。该判决是强制认定。强行认定宗教奉献为经济诈骗，认定公民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言论表达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些认定不能接受。整个侦查诉讼过程也多处无视张春蕾长老合法权利，罔顾被告人的合法要求。教会长老会以张春蕾长老及其家属一同不认同这一项判决。并支持张春蕾长老的上诉要求，以及任何要求保障信仰权利、保障个人清白的要求的行为。这份判决书完全是不公正的，但对于我们，它也只会让我们更加急切地爱我们受苦的牧者，急切地爱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教会和肢体，急切地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同时，也急切地为社会的公益而守望。在这份声明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份判决的失败，也看到了主的教会不会被这些荒唐的判决驱散打倒。张春蕾本人他在上诉书也对诈骗罪不认同，他说这是对宗教情感的粗暴践踏。等于把奉献视为赃款，把教会视为贼窝。一审判定了5位被害人，此前没有一人报警或要求教会退还奉献款。
没有一人收到过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或开庭通知，也没有一人获得出庭许可，这都违反法定程序，不可能得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张春雷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是当今普遍定罪家庭教会的罪名，我希望法庭把法庭的这个辩论扩大为公开的辩论，请有关的部门指派任何法律、宗教的专家，我们就这些问题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公开辩论。如果你们输了，请停止这样的逼迫；如果我输了，以寻衅滋事罪论处，立即回国伏法，请把我关在张春雷的旁边。我希望中国像2000年前的稷下学宫一样，不是一个只卖烧烤的地方。现在我看见了我们的那个淄博，原来是稷下学宫的地方，现在私自的去卖烧烤，我感到心寒啊。我希望中国像2000年的鸦跖巴骨一样，不用权力去扼杀言论。请法官们好好读一读党的20大三中全会报告。该报告强调，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前面人人平等的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最后，我想以基督徒律师张凯的一段辩护词来结束今天的讲座。他说：“各地家庭教会的牧师被指控的逻辑是一样的，教会没有登记，教会是非法的，牧师是假牧师，收奉献是诈骗。这样的指控逻辑既不符合法律，也不讲政治，以法律的手段来干违法的事，且明显违背共产党的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几十年来积累的宗教治理经验，消减了党中央的群众威望，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是否有些执法部门完全无视这样的负面影响，一意孤行？当然，对于历经苦难而后生的基督教而言，所有的苦难与逼迫都是重生的契机。基督教本身就起源于耶稣的冤假错案，能与耶稣同受苦难，甚至是无数基督徒梦寐以求的夙愿。当出埃及才能进入迦南，虽然一路风尘，各种妖魔鬼怪，但那美好的应许之地就在不远的将来，在狱中的张春雷长老也告诉关注他的弟兄姊妹，为主坐牢是莫大的荣耀，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要有继而不然的信心。他反复提醒会众和家人，一定要爱，要饶恕，要喜乐。他相信战胜苦难以后，神会亲自安慰他，其实这就是来自神的爱。他承认自己有时候也缺乏对办案人员的爱。其实，哪怕是共产党员的灵魂，也是需要救赎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无论他们接受不接受我们的爱，我们都要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愿主亲自看顾他忠心的仆人张春蕾，
谢谢大家。那么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呢，我把那个录屏关掉，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那个可以自由的来发言。